相信 90% 嘅荃灣人都未去食過嘅隱世熟食吳張記三餸飯，只需要45元。佢位於呢個荃灣柴灣角嘅4A柴灣角熟食市場，佢就喺呢個 TML 而家圈住嘅地方，呢個冬菇亭。呢個冬菇亭咧就係好多打工仔喺度食嘅。我哋咁點去呢？就喺呢個荃灣西嘅 B 1出口，沿住呢個海濱長廊啦，又行行去呢個麗城花園嗰邊，行到去比較熟悉嘅地方就係呢、這個Cable TV， 再行少少少就係呢個 TML 嘅 Tower 嘅位置。喺呢個 TML Tower 位置前邊有個熟食中心，我哋叫做冬菇亭嘅位置。咁嗰度有一間比較出名嘅就吳張記，佢三餸飯係只需要45元嘅，係可以揀三樣嘢喎，豬扒啊、雞髀啊、炒蛋啊，或者係煎蛋啊都有嘅。咁仲送埋湯喎，相信大家都未去過，有機會可以試試啦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